3、2、1，看着变。第一轮进攻的是老秦和黄子，防守的是丁程鑫和凯凯，请上座。有请。真心换真心吗？这还能真心换真心啊？哟，你们这么叫嚣吗？你们今天呀、啊，就是我说真心换真心，真心换真心。小丁，我经常看节目，网上都说你手很快哈，让你感受一下丁程鑫的水巴掌。好，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进攻。等一下，那个一局定胜负。对对对，石头剪刀布是一局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我们没玩过三局两胜的。真的？这是什么？没事，黄子先进攻，来吧，手可以到水上，好啊，接近啊，3、2、1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哇、哦，还可以啊，很快，黄子拿到第一分，还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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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脸上今天你的今天妆你都卸不了，哇，连油都涂不了。好六团，加油，加油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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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友谊第一。什么？你泼完了说友谊第一？来来来来来，老秦进攻。来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哇！看这边。哇！看这边。哇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坡。哎，你不是擦他吗？怎么擦自己？我以为凯凯特别贴心，去给他拿毛巾了。录了这么多期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舔了舔，咂吧咂吧味道。苦涩吗？有点咸。心酸吗？好，现在1-1啊！1-1。第二，你泼准一点。我泼挺准的。我跟你说，他泼得非常准，他的问题是他力量特别大，然后黄子的脸又滑，跟溅到你这儿了。对，哎呀，合了。黄子进攻来，刚才泼我的不是水，是我脑子里进的水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准备，来，黄子进攻，3、2、1，看这边。等一下，不是为什么这节奏啊？不是，等一下，哥们，准备好了啊？看好了啊。认真听啊！来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哇！看这边。哇！哇！小丁好厉害！2-1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拉回来拉回来，2-1，黄子进攻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跟你说，凯凯在旁边戏好多，忙的呀他。好忙。来，黄子进攻。来，黄子进攻。2-1。3、2、1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干嘛？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他事儿好忙。他真的好忙，而且他刚刚没泼出去，他是顿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紧张，然后他顿了一下水。第一次看到有水是往上升的，来，没事，兄弟，反应是快的，反应是快的，反应是快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别跟我泼泼，反应快不快？快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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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不好意思。请问错的反应快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？这么的，这一把我不拿，哎，2-1，好，老秦进攻，来3、2、1，看这边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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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啊！啊！啊！哇！哇！哇！啪！水巴掌！水巴掌！水巴掌！这就叫水巴掌！没事吧，哥？我真的听到了，啪！好大声！泽林，破纪录了！哇，到这儿了！上次是在这里哦，上次是在这里。
这回已经破到这儿了，破纪录了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哥们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过来，哥。你坐在丁程鑫的斜对角，没有好下场的，真的。可以可以，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。没事。好，三比一，现在皇子继续进攻。挡一下，挡一下。七窍流水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、哦！看这边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没必要吧，没必要吧，也没多少啊，感觉。那起范就对了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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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哎，怎么两下就擦没了？但是也有泼到一点。泼到，泼到，泼到。等一下，你的头怎么防水呀、啊？好，来继续。三比二，三比二，秦霄贤进攻。准备动作好多。我们在这边看背影都觉得好忙。可以啊，快快快，二快啊！好嘞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哦，哦，可以。三比三平。不是你们泼人家一下，然后马上站起来又演个短剧。就不管泼中了没泼中，泼没泼中要演个短剧。好，来来，继续继续，赶紧赶紧赶紧，来。来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眼睛还没弄好，擦一下。那些擦桌子的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擦脸的在我手上。对不起。哎呦，来来，该我了。哎，你离我太近了。你别离，你离远一点。安全距离，安全距离。咱们玩都这么玩是吧？好，继续。来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看这边。哇！哇！四比三，黄子领先，来继续，继续，加油，老秦进攻，反超了啊！逆转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赛点，赛点，送他走。来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哇！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四比四，朋友们，四比四，哇，双方赛点决胜局，最后一把咱不要这个，怎么样？最后一把咱不要。来准备，皇子进攻，现在四平，皇子进攻最后一把。我来了，别撑死了，我来吧。快，皇子来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你真要打啊？要结束了。好了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看这边，哇哇哇！自己泼的，好，丁程鑫和秦霄贤拿到了这一分，非常厉害，也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擦桌子。擦桌子，你太多了，你回了，你回了，你回了，你是澡堂子出来的哈。好，下一轮要进攻的是蒲艺昕、王悦昕，防守的是陆虎、文涛。我申请换一下，因为我每次来都进攻啊、哦，对吧？那行，让文涛进攻。对对对，让文涛进攻，可以来。你想泼他吗？你泼他也好看。我不想泼，你不想泼他，没有没有，我挨泼吧，我。你让他把你右半张脸补补，你这边已经卸妆了，真卸了。你让他现在给你补补，因为你这半皮已经没有。好，石头剪刀布决定进攻吗？石头剪刀布。好，来，蒲艺昕先进攻。好。来，蒲哥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看这边。不让躲哈。
我的上来了，你们。好，涛哥积一分。好，来，现在蒲熠星进攻。蒲熠星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看这边。我怎么？你怎么反应慢还能跟上他的节奏？对，他好像是在配合他，你知道吗？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好嘞。思考了一下，就越思考越出问题。不能思考，不能思考，不能思考，一定要提前先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对对对，不能思考。是我们外侧的这两位太善于思考了。这个游戏不用思考，不能思考，不能思考，不用思考。二比零，感觉跟刚才玩的是两个游戏，两个游戏。二比零，来，蒲熠星进攻，来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。看这边，漂亮。那个破水呀！那个破水呀！那个破水呀！五个强度，我等了一下，来我们解说。我说你防的这么好吗？没站过来，还可以，没站过来。但是你这个反应，反应是对的，是吧？保护你的那种欲望比较强烈，反应是对的啊，对对对对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抢这个，对的，保护的欲望强烈。对，来，好，下面文涛进攻，现在是抢这个 ，OK OK。好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嗨，看这边。嗨，嗨。泼是泼出去了，但是就人都是干的。不是，你是要泼谁？怎么没有泼到那儿有一个人？水从我的眼睛。对，你得直线，像小丁那种。OK， 可以，谢谢虎哥，就这样。好，现在文涛进攻，二比二平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哇，闭着眼睛啊！哇，好帅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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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看这边。哇！看这边。哇！搞错了，搞错了。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！我哥有点仇恨在身上，他泼了文涛，你泼了文涛，没事，没有泼得很准，泼到一半也意识到错了，干一个，哎，不要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，来来来，好，提一杯，提一杯，提一杯，三比二，三比二，蒲熠星进攻，我进攻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哇、哦，看这边，哇、哦。文涛又拿一分，胡哥不要再看上面了，真的，一直看上面。这个游戏叫三二一看上面，这是我的思维惯性吗？真的，一直看上面。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。小普是这样的，我们通常玩十集之后能剪出一个规律来。哦，你四把已经有规律了。现在是你的赛点了，因为你输了四分了，这次再输就输了啊！加油啊！我四分全是看上面的，不可能。姐妹，不是大差不差，有个三把。进攻好，大差不差。大差不差，来准备。我们进攻好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哦，他也不会看上面啊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哎，你自己喊，我喊。他可以喊，他可以喊，一起喊。哦，应该是进攻方喊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哎呦，好吵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哎呀！哇！看这边。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哇！对了，舒服。Yes， 我能动一次，终于上道了。虎子不知道是在哪儿学的录节目的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习惯。就是给自己有很多的音效，对，他刚才播完这，耶嘿，好，现在蒲熠星拿回了一分，四比三，文涛进攻，依然是小普的赛点。好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
看这边。又是四比四，又是四比四平。哇，我们两局都来到了四比四，哇！快啊，我！虎子，你应该先泼再叫，不要先叫再泼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先叫就反就慢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现在最后一把，真焦灼呀！最后一把是吧？最后一把了，加油！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。借一借小丁的手气，来，文涛先进攻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哎呀，看这边，哎呀，哎呀，可以，行了。没保护住，太快了，真狠！哦，我就说平常哥几个陆明学压力这么大呢。王月星和文涛赢得了这一局，好。